应该有很多人错过了昨天晚上的直播，也不知道我们那个事情从金老师要钱这个事情进展到哪儿了。昨天呢，我和我媳妇儿管他就要一波了。金老师凭借聪明领导官，三寸不烂之舌，把我媳妇儿忽悠不要不要的。本来要5个 W，最后给了500块钱给我媳妇儿买好吃的，就给我打发了，就回去了。你咋那么完蛋呢？那5个 W来的时候信誓旦旦要钱呢？拿500块钱就回去了，但现在还说进去还给500。啊，啥好事啊？你要的是5个 W。那我每天来。挣钱来了，1500，1500，不够折腾的，不够车油钱。现在吧，你就看这个事儿呢，你是要不来了，完了，要是不能给，不能这钱不能给了，我也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要这个地方，你帮我要这个地方。你要这个牛粑粑。要什么牛粑粑？牛粑粑运出去，要这个地方。你就别管了，你怎么烦人？你哪伙的？你是啊？要这个地方，然后给这块建放一个小房车啥的，没事回来 BBQ。你这块还那个种点东西，还能养点东西，多好吗？养啥呀？我鸵鸟都死了。那养几个呗，给它跑呗，养它们。马、火鸡。老鸵鸟子，一个马20万。你看我像不像20万？我你可别搁这块整事儿了，你可啊、哦，今天听没听见？嗯，管他要这个地方，钱不要了。好，去年咱俩搁那块养，那去年我们俩搁那个地方养的，搭了一盆。去年就冲他要这块，他不给。但是他给我500。你把那事忘了吧？什么500的，完蛋。听没听着？好。嗯。你看，你大哥那是。